造成一万一千一百一十零一九千只鸽。这首歌放上去，我们完全会完全进入另外一个情绪，没有办法记那些东西。请问，折了几次纸鹤？一万一千一百零一只纸鹤。答错。一万一千。112，答错。我们怎么办呢？歌词本身是错的，所以是11111只纸鹤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你起来重写。Play music。此刻翻车，翻车，小鬼。这是11111019只鹤。如果说梦是现实的反射，能不能就这样让我们赖在一起睡着了，直到自己原来还有做梦的资格，原来地上我心的心还是揉搓的。一不舍，这首歌放上去，我们完全会完全进入另外一个情绪，没有办法记那些东西。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请问折了几次纸鹤？哎，对，11111只纸鹤。答错。11010只纸鹤。嗯，答案你叫什么？11000。112，答错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两位都可以抢答哦，抢答，在那里旁边都很厉害了，上来试试看。刚刚上面的答案是哪里？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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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次答案是什么？不对，11100，11110次纸鹤。没有一百，11110次纸鹤。我现在猜。好，11010只纸鹤，啊不对 ，OK 来，11010只纸鹤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不是，可不可以给我前面一句歌词啊？好 ，OK， 两位可以唱。那让我们给我们再各猜一对，再好歌词就好。各位，歌词本身是错的，因为它为了要压个字，对，所以它多了一个零字。对，它为了要把它放到那个歌词，所以我才说011哦，可以对吗？所以是11111只纸鹤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不是11111只。这是11110019只鹤。所以正正确答案是什么？11111。对啊，你起来重写。OK， 好，两位干归。OK 啊。大哥有一个事想要申诉一下，能不能帮我们剪接？就是小鬼那一题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一起这样答对，然后一起答对，然后平手，各手一分的。不然这样，然后就把它剪进去。好，两位靠近。好，要大气。好，准备好，有了啊。请问折了几只纸鹤？一，折了一百二十七。两位，不可能会错，不可能会错。平手。哇，真是。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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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